季老师，还有一个词，这个我有点跟另外一个词混了，啊哈，它那个是叫什么？Covery 啊，在2章9节的二章九节，我们看一下二章九节。Covery，这二个我章是跟另外一个词有点混，哪一个字啊2章9节？Cavalry 吗，Covery。？Cavalry 是那些骑马的马兵叫骑马，Cavalry。哦，你跟哪一个字搞不清楚？就是那个骷髅地，Covery，那哦哦，差得很远。那是 Cal C A L，哦，这对，是 C A V A L。这两个词这两个音不太一样哈。不太一样，对，我得强调，我才能够明白。这个字，我想你刚刚讲那个竹楼地、骷髅地，对那个对地对对，方，是不是这两个啊、哦、字？对对对哦，那个 L 搁的地方不一样，对，我他刚们才的怎么位看？置不一样，位置不一样，是的，位置。Covery 对，Covery 我念的对吗，金老师？第一个跟第二个。这两个字哈，你看一下，这个，你看一下，我给你听一下，你等一下啊，把它。一下，第一个字是 cavalry，cavalry，cavalry，Covery 啊、哦，对，对，Covery，第二个字是 cal，因为有一个 l 在那里Covery，，cavalry，cal 有一个 l 在中间。我往那看，我就以为是两个怎么是不一哈哈，样的很意思像，非常像，非常像。是的，，Covery。Covery，所以前面这个第一个字 cavalry，后面是 cavalry，啊，这个字的前半段就不太一样对，啊，我想起，cavalry。来，跟写在一起 cavalry，right 才看出来。right right，所以第一个字是马兵，就是那个骑兵，马骑着兵、马骑的那兵，些军队。对，也没有其他的问题。老师，还有一个十节，2章10节，好，时间来，怎么样？这块儿就是后半句，就是 They were very disturbed that Disturbed。someone had come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the Israelites。这 they were very much disturbed 这个 disturbed 这是什么词性？是动词吗？是它如果是被动态的话，就是被妨碍吗？他们被妨碍，那这个 they 是指的是这个参巴拉，Sanballat 他们吗？Amorites 那 Tobiah。OK，首先这些人，你看啊，这些人是已经他已经取得王支持他，对不对？支持尼希米，然后尼希米又拿到了王的信，然后河西的一路等于一路给他开绿灯，对吧？照我们现在的话讲，这个河西的省长啊，这些东西都有王的诏书护驾，所以他一路是很风光的。但是这些地方的人，这些都是其他的民族，他是 Horonite，还有一个是 Ammonite 的 official。这些人听到这些事情，they were very disturbed。这个 disturbed 这个字啊，它翻成恼怒哈，基本上就是心里面上下不安，对这事情不舒服，就是 disturbed 的意思就是搅扰，被搅扰到了。OK。为什么搅扰到了呢？因为现在有一个人来 promote，OK，这个 promote 这个字要怎么解释？